转退听小弟，天官岁出今日年三月初二日，恭祝台中法院大伯吉现天上帝，前往全北溪求天公吉做进修，由台中中法堂今日堂长陈东京先生、堂长彭安明先生。副堂长戚鸿儒先生，台中圣德堂堂长卓浩庆先生，秘书长卓浩仪先生率领全体秘书人员一同恭祝台中法院大伯吉现天上帝业主进行圆满成功，上香一拜，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再拜。祈求四时无灾，百世有情，三拜。祈求南天北方汝纳千祥，求财得财，求利得利，万事大吉利，请一香。各位好，来倒数五秒钟，五。